你旁海那些你们那违背的了嘛，秦哥？啊，那个，哎呀，你们打的主意，你一下漏嘛，哪方倒？就从那方倒就。那方倒，你全部漏过来倒嘛，倒过来，这里打一个。倒过来，慢点再来，那个时候那个红绳弄出来嘛。你就没打到那些主意了，我们全部是那么子的，你过手去逮鱼好麻烦。倒下去，喊你阿姨来切那个口子来，切啊！哦呀，倒大个呀，阿姨来。啊，还有。风险好个。哎，俺那个说，咦，你好嘞，是一个胖子哎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嫂。这铺地龙呢，搞到十了的，我看搞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反正搞了10多条，还是有18条比较大的。好，另外的呢就是这种，好，挨了10来条那种。把鱼儿踢了不去，哇，不要紧，他们看他们在弄。耶，这个勺子早都搞起去了，这就是你要分那个，拿来搞住那头。等他二天开了年过后了嘞，那个喂猪嘞，矮得很。都走到前头去了，过后又喊我转来车子那儿的匆匆，我就顺便在那儿的车子里哇。你们那个还是有点老啦。嗯，他那个他就是要放那个尖尖，把尖尖擦个不用嘛。要得，要得。他那个尖尖本来他就要腌的嘛。嗯。不行，你把那个黄叶子切干净是吧？啊，那不能用饭吃啊。啊？还不弄饭吃啊？平时回来弄饭吃了。哦。切干净，还没熟悉啊。那不是跟公公讲看，不能吃。耶，这些超市都不好了，今晚加餐哦，把刀子出来把鱼剖了。这个老街的天气呢，硬是一天天都阴晴起的，要么就是落雨。表叔在外面剖鱼，那个鱼太小了。不好破的，我想进来把酸菜去切了，老酸菜了。小兰，嗯，我鱼都弄好了。我酸菜切好了，再弄饭给你把葱葱弄了嘛。要得，要得。这儿把鱼儿清洗哈，等下把花刀打了，跟它抹点儿盐在里头。小林，你把火烧起哦。要得，我把酸菜先拿来炒。要得，要得。现在倒点料酒，放点盐巴，搞把味嘛。香是香，就是有点呛。火大，盐子少一会儿。表叔，这儿交给你了，我就把超市拿去了。表叔，我给你煮20个。你煮30个在里头嘛，有那么多的嘛？我爸爸妈妈都去吃了，也吃30个。这个不抵活。那边超市煮起了，这边汤汁也滚了好了，下雨喽。嗯，上我那边。锅里头鱼呢，等它煮起，这儿把超市先整个多，来吧，红梅，整超市喽。
鱼儿煮好了，先把那个鱼呢那个捞起来，你要在那个汤水里头搁点那个二牛钱，看着自己才香。现在呢，把那个芹菜也撒到鱼儿里头，把这个二牛钱丢到锅里头去。汤汁也好了，起锅。最后再给它撒点葱花儿，开饭。姐姐过来了，吃完喽。姐夫吃完了。哎呦，鱼儿好喽。哎，大明哥哥呢？我在吃生菜。哦，玲玲，快来吃鱼喽！跟着跟着别吃。哎，这是哪里啊？红的。今天这个鱼儿不拿了噻。比较清淡，朋友们，拜拜喽！我们就慢慢吃，把鱼吃起走了，要不然把卡着。